哎呀，我不是眼花吧？为什么会有三只幻魔呢？哎，蝙蝠，你们也眼花，我也看到了。怎么会这样的？哎，他怎么打玄武啊？你不是急电吗？神诸神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七只幻魔只有一只，另外的都是分身。没错，只有攻击尸体才能伤到他。嗯。不论是尸体还是分身，只要是幻魔，我就要把你打到粉碎！哈哈哈哈哈！看来这次可以大开杀戒了，是吗？没错。还有这个眼中钉神中神呢、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今天我就要他从此在世上消失。消失。 一点都不觉得可怕，怎么会这样？好，再放这一招龟空地上虫，身上放一次就不能再放了，我们再做补药就好了。然后这一招啊，法术、必杀技、攻击、不用攻击都可以吸收。OP 技能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干他了，打爆他。 啊，不会痛哦！<笑>这技能真的是，我也觉得技能很扯。对，电火太快。对，有闪来闪去吗？没有啊。有吗？哎，怎么才一滴啊？太淡了吧！ 左下的没有啊，什么闪来闪去的？哦，我自己觉得是没有了。好扯哦，血那么多，至少先把一只干掉了。 好，给大家看一下神中神的合体技啊！回击核刃破，回击核刃破，什么？竟然不会痛？怎么办啊？回击核刃破没有用哎！宇宙三级破。 哎，为什么宇宙三级破也没有用？那不动明神诀嘞？哎，现在没办法放啊，可以。不动明神诀。哎 ，what the fuck？ what the fuck？ 不动明神诀也没有用，完了完了，没招了没招了。他每一回合都换成原本是这一只，或换成下一只这样。 OK， 我记住了啊！你这把戏被我看穿了啊！幻魔，你这把戏，对我这个玩过天地劫的男人来说，你这个是把戏小 case 啊！一下被我破解了。OK， 我的回击核刃破终于有用了，去死吧！回击核刃破。那很逼。对，看起来是这样，轻松啊！不会这样就结局了吧？我已经升两等了，是这样。不要跟我讲，我这样就结束了哦。这款游戏就这样子，我是已经忘记结局是不是这样了。 把幻魔消灭了，这是队长的功劳啊！龙神，这次多得你们的帮助，我们才能这样顺利完成任务。你们现在要走了吗？你想跟我们一起走吗？请施主自重。笨蛋。
真的死了吗？嗯？哎，没有。哎呦，你还有赢哦。各位，我们是时候离开了，再见。啊，还真的没了。制作人幻魔，我看了什么、啊？就这样。哎、欸，那我小时候的我这么容易满足？挑战自己，维护正义。漫画有没有完结啊？我记得好像没完结哈、啊。怎么全部都幻魔啊？哦，连制作名单的本名都不打上去，不感谢那些人。对啊，那金汤号干嘛？我还以为还有嘞。十三章，小魔神。哎、欸，还真的有哎、欸，小魔神，小魔神。哎、欸，这个怎么没有印象啊？OK， 金丹好有用哦，金丹好用啊！明器，你亲自来接我们回去啊？这是理所当然的，我们立大功了。明器，我们已经把幻魔消灭，现在可以离开了。看来这里也有人觉察到了。我想你应该知道这不是幻魔的真身吧？哦，幻魔？刚才我们不是已经把幻魔消灭了吗？天真，你以为幻魔真的就这么容易被消灭吗？如果是这么容易的话，我们就不需要赶到这个世界来。那么你们是从什么世界来的？这是重点吗？都从未来的地球而来。未来？是位于宇宙边缘那道时空裂缝吧？原来你也知道吗？当我追赶幻魔至宇宙边缘时，他就是逃进了这道时空裂缝，而幻魔就是由这道时空裂缝去到你们的世界未来。哦，以前就有这个穿越的哦。没错，当时由于我感觉到有一股强大的邪恶力量从宇宙的边缘突然出现，于是并发现了幻魔和这道时空裂缝。我和幻魔交战的时候，他吃了我一刀，就马上逃掉了。不过，我发现问题就在这个时候出现。幻魔他有一个特性，也就是他厉害之处。每当他受到一种兵器所伤时，他身体的组织就会渐渐产生变化。嗯，蟑螂。对伤他的兵器产生一种有抗体的作用。当伤口愈合的时候，他就不会再害怕这种兵器的攻击。而最可怕的，就是他会同时拥有这种兵器的破坏力。所以，我们就从未来回到现在，目的就是要在幻魔完全变身前把它消灭。但不知什么原因，我们来到的时间却是在幻魔出现疤痕之前，所以你们便不知道我们所指的妖物就是幻魔。那么一定完了。明器手上的刀可是全银河系啊，不是全宇宙最强的。那么幻魔现在不是已经成为全宇宙最强的？不一定，因为刚才幻魔分身上的疤痕还没有完全愈合。没错，幻魔他不亲自出击，而指派分身来，那就证明他还没得到这强大的力量，他只是在拖延时间。Hello， 时间不多了，但是幻魔究竟在哪儿呢？当然是回到他的老巢，幻魔星上的幻魔塔。虎弟，你不要弄错了。我和你之间的战斗还没完结，但现在我眼前的敌人就只有幻魔。嗯，我们现在就马上向幻魔星进发。跟圣斗士星矢一样。明器，
为什么你们早就知道我的存在？我在未来的世界里其实也是一位神族战士，而在神族历史记载中，最强的战士就是你，龙神，所以我们需要借助你的力量把时空裂缝封住。但是看起来你的力量比我还要强呢。你现在可能不相信，不过将来还有很多事等着你呢。你对我的事好像很清楚啊。你可是我们神族战士的偶像呢。第十四章，苦战幻魔塔。哦，应该看起来至少还有两章。这里就是幻魔塔。啊？那我们还在等什么呢？你要去送死便去吧。你以为幻魔塔真的那么简单吗？徒弟，你有何高见？幻魔塔共有五层，幻魔就在第五层外围的宝座中。那么我们一口气飞上塔顶不就行了吗？不能，因为幻魔塔中段部分给一层不知名的毒物所包围，因此必须由塔的内部进入才可以。啊，这么说我们要冲破五层才可以到达塔顶？没错，因此大家要做好心理准备，里面有很多妖物的。管他有多少妖物，将他们消灭就是了，是吗，龙神？说的一点也不错，但是首先要把眼前这些妖物除掉。OK。 好，完全没有对话呢。十三等应该很轻松吧。刀陀刀陀，好，路啊，啊，有学归空，跟无敌一样。对，对啊，剧情打架，剧情打架，对啊，是啊。哎，我被锁住是不是？游戏不都这样吗？剧情打架，剧情打架。啊，被锁住不能反击啊！靠北。完全不会痛，爽啊 ！OK， 三回合啦，哪有五回合？哪来的五回合？三回合啦，是五回合吗？三回合啦，实际放出来是三回合。嗯，好，合几计看一下啊。玄机魔神光，帅！玄机魔神光，太吵啦！你各位啊。这么吵的游戏怎么会不红呢？OK， 在这里，帅啊！超爽，完全不会痛。是我说的吗？更改。哎、欸，还要真远了。真远的屁。最后一只。跟着大家要加倍小心。接着的五层是硬仗。有劳你带路了，徒弟。我们还有私怨。哈哈哈。好，我先走吧。明气，我也去。我们也进去吧。第十四章，苦战幻魔塔。还真能打五层哦。Ready, go！ 啊，哦，是这样子五层是不是？哦，简单呐、啊。哇，没难度，我要靠哟。看你以前多丰富啊！你看，战棋游戏还有这个小游戏可以玩。
你看看，贴心啊，这种用心怎么不哄了这款游戏啊啊，太吵了啊。就这样哦，原来只是通啊靠，然后还要打哦，好吧，这里的都不会是一些喽啰，我们必须把他们全部消灭才能再上另一层。哦好，分分养路吧，好给他做一集啦。这一层是幻魔塔第一层，还有四层呢。全神封魔阵，正义之气四万七。第十四章，苦战幻魔塔。Ready。然后每一层都要玩这次，玩这个，浪费时间。一次玩一次就够了，要玩两次。哎呀，这怎么斩呢？是我错觉，我就秒数有点。堵得有点慢。哎呦。哎。启动机关，我方全灭。OK， 先存档。这是机关房，我们必须破坏地上的机关键才可以继续前进。哎，好恶哦，全部都要打掉。我OK， 好，敌方不知道位置增援，感觉会 OK， 好，任务完成。第十四章，苦战幻魔塔。Ready, go！ 每一层都要飞一次是怎样？啊，真的太累了吧！啊，嘿，嘿，我在想明天回台北要玩什么游戏。实况还是明天休息了。哦，明天可以玩手游哦，都差点忘了。神作，那叫天机如来。啊，这样哦，这样我的正义之气很多了哈。哎，我蛮好奇的，假设说，等一下啊，就是我那一招 OP 招式，没错，展现诚意。哎，摆出没有那个哦，哥摆出的那个。就是归空第三重啊，可以给两个人装吗？如果可以的话，就是太扯了。五格内，除了我方人员吸收攻击为两回合。哎，两回合，才两回合，是三回合还是两回合啊？可是我们刚刚实测是三回合哎。哎，可以装备两次吗？我们试试看啊、哦，归空第三重嘛，我给他装。哇靠！那不是 OP 到不行吗？还真的可以耶！哦吼吼吼吼 ！OK， 那就装备这个，我觉得这个太好用了，这招太好用了。各位正义的战士，这里没有太多妖物，我们赶快上前吧。慢一点，这里全都布满了地雷，那大家小心行事。啊，有地雷？哪里啊？
这也没有太多妖物，很多啊。OK， 我们第一章程要过了，在哪？第14章，苦战幻魔塔。Ready， 又要飞一次。苦战幻魔塔。啊！欸，大家有看《咒术回战》吗？我同学一直叫我看，他说还不错看。欸，我现在觉得老了，好像玩这种就是移动中的那个游戏，眼睛很花，这样真的老了。完了完了完了！我不年轻了，好可怜哦，老了都没用了。这眼睛好花哦，完了啦，真的老了。不用，所以用那个视窗画就好了。你用视窗画就不用切合桌面换了啊。现在只剩下2层。哇，好棒棒哦！那些机关颜色都各有不同。你们想见幻魔大人，先过我这关吧。先过我这关吧。好了，我打完了，这关打完了，这关就是打机关而已，没什么，很无聊的一关。第14章，苦战幻魔塔。苦战幻魔塔。Ready。好，再玩一次。哎呦！啊啊！哎哎哎哎！哼，想刺我啊？经过忍者必须死的洗礼，这个没什么，没有难度。敌人全面，我方全面。这些是跟我们一样的妖物。想不到幻魔还会有这样的王牌，看来他们的实力也不弱。哎，这也没有讲。是是，那就这样。哎呦，假小魔神，假玄武，看起来是依照我们等级去定的哈。哦，这一关应该蛮难打的，有一个宝箱，不过没关系，再难打我都把你打死了。欸，真的烂，符文攻击也太烂了吧！想说那玄武升个级有这么难？好了，升级了吧？没有。